早晨上超市的时候路过，看到这个排骨挺好的，买了一袋，然后邀请我小妹他们家上我家晚上吃饭，结果呢他非不吃这块，要上超市重新再买一块。两位七大哥的去吧，走吧，有就吃呗，还净事儿，你说不行，你那块排骨满足不了我，我不能白吃白。姐，选排骨的活还是交给你啊，我付钱。哎呀，挺好的。排骨。嗯，早上买了一块的，我看这咋卖的？是七块九吧？行，拿这块吧。买肉啥得趁早来，我早上买的都挺好的，你看这下午就不行了。这家伙说是买排骨，又买一斤。哎，拿两袋辣白菜回家炖排骨。今天大橙子又上外地干活了，然后让我妹夫帮我接孩子，我先回家把排骨清理出来，然后等你们过去咱再做啊。嗯。好的。还得你们破费自己买排骨，那俺家这菜咋整啊？怎么拿走呗？你真敢说呀！你真敢唠啊！我觉得咱俩就天天整没有用的，什么破费了，哎呀，你花钱净整事儿啥的，不就大伙吃吗？我多敞亮啊！这事儿留着，下回再做。我这事儿就净开了。我俩刚才去买了，没有了，其实都差不多。哎，这收拾你啊！我放车。你去哪走啊？一会儿你们就过去吃吧，回家处理。别忘了帮我接孩子啊！我先撤了啊！三点钟我就去了。拜拜。不好吃的啊！等你们去才做，我不能先做。我告诉你，别忘了。让我姐回去休息一会儿。休息什么？晚上得做饭吃。做饭不累啊？到家第一件事，先把排骨放下。现在人员基本到齐了，也到眼了，开始准备晚饭，把这个排骨处理一下。李自明，问问大成啥时候回来？好的。啥时候回来呀？不是，你吃饭我是多少时间？冷水下锅焯一下，真不少，没那多呀。来点料酒。这活应该给你干，你乐意干哈？对呗。我也雇过你。俏俏，你妈说你穿的像调色板，我看看，绿袜子、紫裤子、白衣服、粉外套、绿头虾。你们等会儿我啊。那就是她心里的时尚。这是要回来了吗？应该是。嗯，回来了。谁呀？那姐俩呗。好啦。先把排骨腌一下，来点酱油。放点盐、鸡精，搅拌一下。如果喜欢吃辣的话，还可以再放点辣椒酱或者辣椒面、辣椒粉。嗯，对。主要是我们这有孩子，这个辣白菜的辣度他俩是能承受，再多搁点就吃不了。饭啥好？你这饭饭啥啥？我连屋都不进了。他说这是你们的外卖，就走了。这俩孩子就跑了。这个辣白菜是我们今天新到的货，如果说大家做的话，建议你们放到冰箱里边，给它放一放，当袋的吃最好。主要是我们着急，完了直接就这么整了。
或者是现在发货，天气也比较热了，然后基本上收到货也是会有一些发酵，那个时候做也是更好的味道。对，搁两袋啊、哦！哎呀，大白菜的酱料足够这个炖排骨的。瞅我姐都会过，往袋里装水。不是，这里面还有可多酱料，以后添水的时候直接添这个汤。这个辣白菜铺均匀掉，排骨给它码地了。这是纯肉，上年带脆骨的，你就得意那儿了是吧？嗯，我们家炖肉我也是，就挑带脆骨的。这样是净排，再浇点汤，好了，炖45分钟，那软烂一点啊。大橙子说好了6点回来，结果这6:30了还没回来，我给他打电话说还得等等，我们就不等他了，赶紧开饭吧，孩子饿了。这可真得脱骨了，哇塞。呀，对，我要跟你俩整芝士啊哈！我家冰箱里点芝士，我给他俩画上，插上面吃啊。行，哎，也可以、啊。原来没有芝士啊。芝士是靠学的，你们俩得好好学芝士。把这汤蘸一蘸，看看是不是这样就食欲了。我给夹出了一颗辣白菜。嗯。这辣白菜现在就可糯了。又去，直接这么缠上去了。这是给孩子们精心准备的，简直没有食欲可言。咋能没有食欲呢？他那吃的可爱吃。你这时间掐得太好了！哎呀，姐夫，时间掐太好，你再晚回来1分钟俺们就开饭了。刚出锅都没敢全出来，等你，快，还给他留点，这回多少？哎，有点烫。我是真来了啊，我饿了。就是的，这等多少天？能吃了吗？能上去了，在这儿呢。我都换了，我都换了。能拉倒，别怎么用的。咱出场地了，看手艺这块是不是了？技术工在家，还有场地费。手艺无恙。辣白菜是合资的。哦对。啊、嗯。哎呦。你看咱俩可爱吃了，来。哎，你太有点儿。俺们刚出锅，你就到家了。你们啊，俺们刚出锅，俺们菜刚出。大姐，你吃这个了吗？啊？小夏，你吃这个了吗？有皮呀吗？太冷，没看见你。没太冷，我可想吃这口辣的了，老馋了。太冷，你不说啥呢？脸疼抠啥呀？脸疼抠脚啊。牙疼抠脚。牙疼抠脚。你都是个师傅了，是吧？学生脚辣的抠脸。这是你的学生。人家觉得你说的没毛病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张说出的话来就，我说你不觉得？对呀，嗯，对，我比较喜欢啊。我举个手啊。哎呀！哎呦我去！真的。一点没傻，看没有实力。嗯。你后脚上得修修，要不然不行，是吧？还吃吗？你芝士还吃？我再给你找。少吃点，热量太高了。啊，你给吃。没事。那就走吧。
个白眼。他俩哪个体格胖啊？那热量太高了。他吃拉是不愿吃东西了，那种老干。小排骨吗？那不是。顶住了就是。对啊。小排骨顶着。太瘦了，应该是干点肥的。是。啊，真爽。麻辣麻辣，麻辣麻辣。嗯。我是不是很那种？这皮是白的。我啃完狗都不啃。是皮吧？我不吃。啃太细了。我吃啊。我留点。哎呦，姑娘这嘴巴吃的。哎呀，这萌萌小嘴塞的。使劲造啊！他今天食欲不错啊。嗯。哇哇哇了！我想卖这干冒汗了。我也冒汗。鼻子上全是汗。冒了。我更吓人，不给你们看了。